新迈入二零一二年。对，这里是二零一二上海新天地新年倒计时晚会的现场。那么说到时尚潮流呢，因为在上海新天地的第三期，也就是新天地时尚购物中心落成之后，这里成为了中外最时髦、最时尚的前沿地段，也是中西化文化潮流的一个平台，是中国时尚设计走向世界的一个桥梁。如果要给世界培养出最优秀的时尚设计师，必须有一所非常具有时尚精神的国际设计学院来培养这些优秀的人才。是，今天晚上呢，我们就会通过一系列的展示来看到他们优秀的作品。时尚拍摄中国第一家设计师学生品牌店 Raffles Prado 来自于东华大学，来服侍国际设计学院的学生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欣赏到十套服装是由十位设计师为今晚的倒计时晚会特别设计的。灵感源自于土耳其爱情。
点星光闪耀，黑红色的艳丽结合，充分表现了浓郁的中国民族风。云南的杨树，这套服装的灵感是从音乐出发，是叫音乐和颜色之间的关系。陀螺，因为他喜欢陀螺的造型，也喜欢彩色的感觉，但是最重要的是陀螺让他产生了在学习生涯的一些快乐回忆。谢谢各位，是的，谢谢我们十位设计师，还谢谢他们的模特们的精彩演绎，谢谢你们。